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应该圣贤念佛往生咯。今仔日已经进入了第二十二天咯。咱昨有讲了，那么这道绰大师呢，伊非常自在来往生西方净土。个这淡鸾大师呢，现身来回看了，因为道绰大师啊，将其一生的当中呢，非常赞叹的淡鸾大师，伊修行的状况，尤其伊净土法门呢，非常深入啊。所以呢，淡鸾大师啊，如同呢，这道绰大师伊偶像同款。那么伊往生时，淡鸾大师亲人呢，佮现身来互伊看，佮接引呢。佮看到这虚空的当中有非常多、非常多的诸佛的化身来接引的道绰大师往生啊！你来看，所以咱来有心的往生，哦，信心持续，佮发愿落去呢，好啊！念阿弥陀的圣号呢，会往生净土，唔是难事啊！好，那么下面要介绍这尊呢？也是东朝的一个呢了不起的大修行家，叫释道护法师啦。那么道护法师，也是相当有来历啊。所讲的来历呢，就是有大修行，有功夫实力的。那么伊看到呢，道绰大师呢往生去了后呢，伊心内对你讲啊。啊！你我咱两个人拢约束好诶，要往生也无留啊，就伫遐判咧；要往生也无交代者，也无甲各地人，算家己人，发选就选，发走就走啦。所以呢，伊讲输人唔输阵啊。哦，因此呢，就对谁呢来以往生去呢？可见有功夫人、有实力的人呢，伊发行就行就对啦，发走就走呢。伊看伊个同参道友吼，道绰大师往生哦，伊马上诶对后壁就对去啊！真正咱台湾话讲叫做输人唔输阵啊，发走就走呢，结果自在往生去啊！哦，所以我定讲一句，要比会使，啊比好诶，莫比歹哦。啥物叫比好呢？来比修行啊！你念三句，哦，我念六句。你念三万句，我念六万句，阿弥陀佛啦，比好个啊！哦，啊，要修行参禅五道，来教一个啊，来比看卖一个啊，这比好个，比看啥物人大乘成佛，看啥物人度较济众生啊！哦，布施施舍做功德，做好事呢，来比啊！卖讲要比做好代志呢，你煞比丘啦，道是夭夭啦，道撇啦，哦，迄都唔对啊！比好会当比，比作业比歹呢，咱就唔通比。比讲太低唔，那么我、你太三只讲，我唔输你，我要太六只。哎呦，阿弥陀佛啦！吼，你比歹呀、杀生人太三只，你要太六只，要做愈作业对愈深啊。哦，太人的手段本来就歹哦，用我教你。你太三个尔，我太五个，哦，这比歹就唔好，无叫你输三万哦，啊，你还走嘞，老实，你还走嘞，我输五万了，
吼、哦，要比歹就对啦。即款诶社会上有啊，嘛加减有呢。总是呢，咱比会当，爱比好，莫比歹，即点非常要紧。哦，你共笑干叫啦，你笑三句，你输我啦，你输我啦，我共叫五句了。哦，即比歹就对啦。所以咱比好诶，就讲呢，即道富法师看伊同参道友。道绰大师呢，提早往生，阁无解通知一下哦，真有准啊！伊比好伊啊，哦，伊看往生去了后呢，人输人唔输阵啊，输阵就歹看面呢，就马上念阿弥陀，甲追随，然后又往生去啊！真正有功夫、有实力嘅人呢，唔是纸上谈兵啊，马上呢，化走就走，化行就行啦。所以道富法师是无简单咯、哦，来看伊生平哦，来看好。道富法师啊，伊道绰大师是自动求生净土，两个人相见，互相彼此鼓励，同生净土。在道绰往生三日了后，道富听闻同参。往生之信息而活，我常期望先行，今乃在后，我在家用一息时光，可对而给予，以佛相前，叩头祝愿，退回座位，自化而往生。好庄严啊！真正呢，真情是断就丢了。哦，化行就行。哦，伊讲啊，讲道富法师啊，伊本身含这道绰大师两个是呢，志同道合，同款的法愿要求生西方净土的两位修行者啦。当伊两个一年见面无两遍啦，啊，每当见面的时呢，拢互相鼓励，互相提携，互相的劝勉啦。讲咱爱自动往生西方净土，大家有所约束就对啦。那么在这个道绰大师往生了后，第三天呢，伊才听闻这个消息。那么道富呢，听到这东山道友往生的状况呢，伊就家己安尼讲啦。我平常时拢最大希望就是希望呢。在这个道绰大师伊头前的往生啊，无爱伫伊后边啊。我今日我煞对伫后边咧，吼，无简单咧。哦，伊看伊当参队友去了后呢，讲输人唔输阵，好，我小寡用一个功夫一下，好啊努力一下，好啊精进一下呢，我就对得到啊。好，话一讲完呢，就点三丈的香呢。伫佛祖头前，即佛像头前呢，就发愿啊，讲我道富呢，决定要精进用功呢，对着道绰大师，我两个自动发心，自动要往生。虽然万一三更呢，我有信心马上就对着。话一讲完呢，撤回伊本座所在呢，端坐念阿弥陀的呢，哦。非常清净，非常优雅，非常安详。念无十分钟呢，讲个自在而息去咯。吼、哦，道富法师对了啊，对啦，变甲叫世界去啊！你想看卖？所以我常讲啊，修行嘛，有一个正好榜样人，伫个领先跟带路呢，是咱的好榜样。像我开车啊，咱注意，咱大家即马人人拢十个九个样开车啦。
伫高速公路也好，伫县公路也好，伫乡路也好，伫纵贯线去走也好，有一个开车哦，这个开的速度你认为讲可以呢？你后壁对条条开路呢，你做好对。头先发生状况，头一台先丢，你知影哦？所以我爱开车共助念要出去攻击呢，我对一台的速度堪咱拄拄好个，无伤紧也无伤慢呢，有慢甲像过街车呢，好你后壁心也要急事呢。啊，伤紧咱对袂着啊，掠一只拄拄好个呢，对后壁，啊，我今日个伤过慢啦，伤过慢吼，伊来紧张呢，伊就做你讲你乌道计对啊，吼、哦，还是讲这有来历要创来啊？距离保持的拄拄好，因我个对好条，开路哦，伊走较对，你对较对，开路你后壁才好开车。哎、欸，自了解吼，这相信吼，出头就有一个好榜样哦。互咱对位食呢，修行做好修行。你若去修行过程当中，这个法师感觉加加有缘无？你讲话我听你家己吼，会相应会合，会客气会客气，道理深入浅出哦。讲你家己我听会欢喜心，对属于一尊的呢。但是这個法师爱了义圆满，哦爱了义，莫讲个哦，拢宽卡的道理啦，哦讲一寡宽浅的话尔呢，啊讲一寡世间事。哦，这当然无深入啊！哦，爱有深入佛法的，甲对条。想讲呢，这道富法师含这个呢，道绰大师两个是介好同参道友，相敬条、相对条的。结果伊是往生西方净土呢，伊也对后壁无超过呢，一礼拜呢，伊也跟后壁往生去啊。这点非常非常要紧，有一个好榜样。有一个好楷模，咱对后壁在修呢，决定未差错啦。好，注意去听哦。这是道富法师啊，看同参道友王先奇呢，伊在输人唔输阵的状况之下，伊一时力个踢起来呢，马上啊对后壁王先奇啊。来去听哦。后壁要即阵去介绍，叫做净贤法师啦。伊同款呢，也是呢，东调人。那么伊出家了后啊，非常精进用功修行，对这个三藏十二部教典呢，非常的通达。哦，不简单呢，活到九十六岁呢。哦，到晚年的时呢，回心转意，本来是精通教理哦，啊，看到这道绰禅师，也是道绰大师啊，伊安乐心呢，哦，伊就足精进念阿弥陀的圣号，哦，转这个禅宗入这净土宗入来，专心念阿弥陀的圣号啊，念甲时常伫三昧当中，最后包命中呢，西方三圣接引呢，净贤法师往生去啊，也是无简单一尊呐。哦，九十六岁呢，这是安怎哇这啊？吼、哦，有这受者的哦，中风啊，哦，真长寿啊，人衰啊，国家一块宝啊，九十六岁无简单咯、哦。来看伊生平哦，看好。净贤法师啊，山西滨州人，出家精进法理啊。通达经论，九十六岁时，看见道绰大师所著作之安乐集，并且听闻道绰讲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才开始回心转意呢，一心念佛，享受将近命中，日夜礼佛一千拜，念佛八九万佛啊，在五年的间。一心不懈怠，后来弥集各地诸佛，阿弥陀已经来，亲受我分享以福，观音世子两位大菩萨，拜日引导在面前，化佛遍满虚空，我往生去咯，言毕呢，命中往生。七日之间，永不散。吼吼，这王先生随想哦，
看你家己，互你呢信心倍增啊，法喜充满呢，就马上是讲，即马卖西方三圣来变巴变来，咱变不起就丢了。吼、哦，但是这个法师付出偌大代志呢？一天啊，念八九万的阿弥陀佛呢？哦，八九万是安那念？可见困无几点钟啊？哦，除了大小便利以外，其他时间几乎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无八九万的佛台念会了。你看外精真多，哦，莫非是用最近念的？阿弥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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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条机械呢，哦。念了非常紧啊，结果一天念八九万的阿弥陀佛，最后会拼过啊！你想看卖啊？正贤法师啊，山西并州的人啊，出家呢，精进于三宗十二部教定啊，对这经论呢非常通达。在伊九十六岁时阵啊，伊有看到道绰大师所写的一本册。叫做啥？安乐集啦，拢介绍西方净土状况。伊个福报阁更加愈大，亲人有看到道绰大师本人，阁听到道绰大师演讲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啊。听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了后，就回心转意呢，一心一意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。吼、哦，伊行命中了后吼。嗯，日子也得要到啊，所以一天一定吼、哦，你是暗时加起来念八九万的阿弥陀佛的，八九万呢，拢边经册边经册哦，未离谱介远。老人家呢，九十六岁啊呢，一天念八九万佛啊，啊，所以一天哦，你是暗时加起来爱拜一千拜阿弥陀佛，哎，拜类拜起来算吉。拜类拜起来算两，拜类拜起来算三，拜一千拜一天，国家念一天呢，念八九万的阿弥陀的圣号啊！在五年的中间呢，拢总无懈怠，一心一意，唔是念佛就拜佛的。吼、哦，后来时间小可只算变苦尔啦，算无简单啊啦！吼、哦，卖讲病咧家地，咧病成抗手啊！痛苦哀声叫绝啊！那九十六岁呢？咦，是人超过病苦呀？啊，那安尼判断起来呢？伊讲经过五年精进无懈怠哦。哎，九十六岁佮加五岁呢，都一百空一岁。吼、哦，人间的人岁呀、啊！哦，长寿者，国家一块宝啊！咱七十岁强强要活未到，八十岁强强活未到的人啊！你听到一百空一回人，你煞袂心服口服哦。所以如本才讲一句话啊，我会修行未修行哦，当然这真重要啊。但是暂时撇一边啊，我若有我都活到一百岁吼，定伫这法王岗等个所在，人来遮毋是要拜佛的，是看这老人个呢。听讲法王岗等如本法师活到一百空一回呢，吼、哦、来遮毋是拜佛的，伊听到一百岁，我要惊死啊！唔是惊死，是足仰慕、足尊敬个呀、啊！好、哦，在每一人心目中讲，活八九十岁足厉害啊！活到三位数呢，一百岁呢，都一世纪呢。来看这老人看卖，看这眼空老人个，眼空老人听讲一百空一岁，唔是看如，呵呵看到干两百岁嘞，哎，就了解吼。所以啊，这个精贤大师呢，伊活到一百空一岁啊！无简单啊！那有一天是因小怪的毛病哦，啊，病苦就丢了。向伊地主呢，伊就安尼讲咯，讲阿弥陀佛已经现身伫虚空伫我面前啊！哦，过来搞啊，要搞接引去啊！不但是安尼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海众菩萨呢，拜一日落落堂呢。在我面前要引导我呢，往生西方净土去哦。不止如此，
有一日伊化佛充满伫虚空诶当中，发一句讲：“我王星矣。”从此了，永远未振动，未讲话啊！话是讲我往生矣，以前我要往生去啊啦。为一法缘呢，当下命中往生是用叫世界。七天的当中呢，香充满着伊疗房内底，胖公公七天才消散呐。也想看卖，一代一法师啊，精通三宗十二部教典，我一百空一回当中呢。来往生去，一天拜一千拜阿弥陀佛，念呢八九万的佛号，真是一个大修行家啦。要往生的时，西方三圣亲自接引呢，真是呢教来供应国家的一块宝啊。好、哦，人即摆伫阿弥陀佛身躯边啦，好、哦，伫亲近阿弥陀佛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啊，人即摆早就开悟证果啊。是西方世界大众生去啊啦，真是咱的好榜样啊！你话九十六岁人安尼，佫一天念八万句、九万句的佛，拜一千拜阿弥陀佛啊！有人活到七十岁、八十岁，伊就叫伊拜佛，伊讲：哎呦，我骨头啊硬啊啦，拜你佮酸酸叫。万一那呢骨头疏松症吼，钙质流失，骨头佮含烧去，拜你佮就爬袂起来吼。去拗了去自己哦，要安怎？吼、哦，搁一个理由呢？我拜你家己身骨轮听骨折啊！吼、哦，拜你个酸酸叫呢？这就业障愈重的人安尼。有去拜的人诶，伊筋骨真柔软，定拜就柔软。骨折三百六十几地呢，运动啊，筋络就软啊。愈拜哦，容光容光诶焕发啊，身体愈健康啊。无唔对，我九十六岁人呢？到最后活到一百零八岁呢，还要去拜佛，你看卖？佮伊真系有遐尼好个成绩单咧，交出来呢，就是有精英啊，认真拜佛，认真念佛。好，所以佮听下哦，佮介绍两尊。吼，这两尊也无简单哦。这两尊就是呢，东调即个启弘法师啦，佮圆觉法师。这两个法师呢？也是志同道合啦，一心求生西方净土的两个法师啦。亲目睭看哦，亲目睭看到这净贤法师，哦，伫一百空一回时念佛、念佛来往生西方的状况呢，亲人所看、亲人所听，因准两个哦，生大信心啦，非常精进念阿弥陀佛啦。最后，诸佛菩萨未过难呐。同款在百岁命中的时呢，西方三圣的接引了启弘法师，甲所谓呢圆觉法师啊。不但如此，搁西方叫世界种种的庄严、种种的状况呢，现互伊看了啊。来看伊生平啊，看好。启弘法师以圆觉法师。亲见净贤法师九十六岁自在往生，如果见了西方三圣，信心倍增，相约在五真寺专心称念阿弥陀佛。两人接一段杨柳枝，放在观音圣像的手中，发愿愿：如果阮呢可以往生净土。但愿这段的杨柳枝呢，七日的当中不枯萎去。七日一到呢，杨柳枝啊不枯，反倒长啊呢青绿色。两个人满怀欢喜啊，全心一意呢精进不懈。好，来先讲这段哈，来看这段。好、哦，意思就是讲。启弘法师跟圆觉法师两个是真要好同参道友啦。那么亲人看到呢，净贤这位法师在这一百空一回当中呢，自在往生去啊。如果呢看到西方三圣亲自接引呢，净贤法师去呢，
两个信心呢，哦，这不是风声呢，哦，不是道听途说呢，哦，不是谣传的呢，不是你野史呢，哦，是亲目所见，哦，看到经验法师呢，一百空一回往生净土，西方三乘接引呢，所以难怪信心倍增啊。所以两个就烧酒啊，烧酒不冲啊，烧酒伫这五真寺呢，来专心清念阿弥陀的圣号。哦，伊佫敢会做得多呢？安怎多呢？伊转自己哦，走去个柳树的所在，啊，一支的这柳树威啦，放伫观世菩萨伊手中，这当然圣像啦，放伫手中，就甲佛祖讲。甲观音菩萨讲，讲如果我看呢，这个远果法师会当的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呢，希望这扭机呢，而且手帕唔好叫裹位，唔好叫打去，唔好叫射去呢。哎，一礼拜一到呢，真正这杨扭机呢，不但无射去呢，佫青绿色的啦，青绿色啊！你想看卖啊？伊两个更加佫有信心就跳。满怀欢喜啊！哦，专心一意呢，因就精进不懈。来听好哦，精进了后结果如何呢？好、哦，有大地无？好、哦，有圆满无？好、哦，有称心如意无？来看后边哈、啊，看好。经过五个月勤苦修行，在观想的当中。感觉伊心灵保持亲近观音世界，这两个大莲花上有千万的莲花，弥漫莲池，阿弥陀从西方来，这最大的莲花，光明照耀，体风万果作礼文化，阎浮提众生以经典念佛。令得生极乐土，弥陀佛不生怀疑，一定可成五谷呀。莲池前有三道七宝阶梯，第一站白衣居士，第二站净足各一半，第三站只有出家众。这个人安尼讲啦，阮拢总是念佛修行之人。如今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启弘法师和圆果法师呢，两个人出定了后，才早将这个幽灵净土的意思啊，向地主呢一一来说出。诸位有看呢吼？嗯，一只是用修甲遮来吼，哦，西方三圣也看了啦。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进入这禅定的内底呢，游历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哦，这就真正功夫啊！咱人的生死心无够切啦，信心无够啦，哦，疑神疑鬼啊！这些怀疑心拢是一款业，因业给你障碍着呢，互你入禅定，互你见佛啊！好，你看麦。那么，开方和圆果法师呢？经过五个月勤于修行来苦修啊，结果安怎？有阵在观想西方极乐世界当中呢，就入这禅境里去啊，对不对？感觉讲自己进入这呢，哦，心灵保持啊，就是已经的亲自呢驾到到西方极乐世界莲池去啊。当时嘛，亲自见着观世菩萨。那么看到大势至菩萨啊，坐伫两类足大类莲花顶冠的呢，哦，金光灿烂呐，哦，佛光普照啊，非常庄严，有看观音甲世子啦。佮当时伫莲花池内底呢，哦，有千万类莲花哦，其实何止千万类呢？哦，是以有限的肉眼所看啊，啊，天眼、佛眼来看哦。莲花是无穷无数的啦，但是伊呢，由于有限的肉眼来看哦，共有千万类的莲花伫叫世界呢，弥漫莲池啊，
讲阿弥陀就伫西方的所在，哦，慢慢准伫啊驾到过，啊，这一类呢非常大类的莲花，比观音世界的莲花呢，搁较大类就对了，光明照耀啊，会光速下，哦，非常的庄严。这时阵，客方跟原告法师呢，两人就甲向阿弥陀佛顶礼三拜，甲佛祖呢问啦。讲阿弥陀佛啦，阎浮提所有的众生呢，依照你的经典的内容来念佛求生西方净土，敢真正会往生西方净土呢？哦，亲人甲问，阿弥陀佛就甲讲啊，讲不生怀疑啊，一定可以往生西方净土。我阿弥陀佛呢？当初在法藏比丘时阵所发的48愿呢，愿愿都是要度众生。只要你信心执着，发愿落去念阿弥陀，对一个众生，我无带伊来我叫世界呢。吼、哦，这两个出家人听咧，甲地呢，哦，欢喜咧，甲地，唔，就安尼讲就好啦。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莲池内底，看有3层的宝阶哦。第一层呢是完全白衣居士，第二层呢是有在家甲出家呢各一半啦。第三层呢完全是出家众。嗯，要了解吼、哦。当然，就是按照修行的境界，福慧圆满，愈精进的人，境界愈高的人，伊品位就愈高呢。哦，啊，你较懈怠，有哪有去念佛？你的因缘果报呢，也较差，当然境界较低啊。哦，这跟修行有关系的，有三个宝阶就对啦。那么，这个人就咧讲了，伊讲，阮这人都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因此如今呢，往生来到这西方极乐世界啦，就甲这个客方甲原告呢，甲因讲，这时阵啊，客方甲原告两位法师呢，两个人就出庭了后呢，再将伊亲自游历西方极乐世界状况呢，哦，全部讲出来啊，互以会伊弟子甲亲属来听呢，再记录落来呢。所以啊，咱若好用功修行啊，佛未过咱啊。上惊家己自生和怀疑，家己自相烦恼呢？你啊，好莫怀疑，你的信心会提起来呢。阿弥陀佛、观世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无理由、无道理去、无接力去啦。哦，你看，哦，自古以来我是正受两种信心背正人，发愿求生净土呢。对一个无好合作的接面去啊，专门接面去。好、哦，下个听哦。那即马过来介绍这个东调普明法师啦。普明法师伊本身无简单呢，年纪轻轻啊13岁就来出家修行啊啦。对这三藏12部教典也非常的深入，所以一生的当中呢，拢弘宗演教。道化无量人天呢？来，咱来看伊的生平哈，来看哦。普明法师，姓魏，山西永济县人，13岁出家，游历各方江西，当高祖武德元元年，住山西普州仁寿寺。每日上盖本一遍，金刚八节经20遍，若是礼拜忏悔，所有善根回向净土，如是众生该如是建造占木，佛像40尊，写金刚八节经1000几部，讲涅槃经80几遍啊。又讲《涅大圣论》《圣万经》等，诸经论不计其数。你86岁，
命中往生于所住的寺院。你来看，哦，不简单咯。咱即摆所介绍的几乎拢是呢过去的高僧大德、过去出家法师啦。那后壁渐渐会讲了呢，哦，在家居士。哦，精进念阿弥陀往生的状况呢？咱是有次第，哦，有顺序甲讲落去的。哦，为这个治国啦，哦，隋朝、东朝、哦，明朝、宋朝、清朝，甲民国以来，甲台湾有二十几位往生的状况呢，来介绍注意了解。包括出家有在家啦，哦，你看安怎往生的？安怎去用功呢？哦，安怎去精进呢？安怎去深入三宗教典呢？安怎奉献予三宝？哦，讲得非常详细啊。那么这就已经介绍到东条呢，普明法师来啊，伊呢也无简单哦，十三岁就出家呢。哦，那么本身啊，伊出家了，虽然年纪真轻啊，但是非常好学不倦啊。哦，佮修行袂疲劳，看经典袂讲哦，安尼上脑筋，参禅袂感觉讲哇，安尼两只脚学要算事，念佛袂了话讲哦，呾爱去打，哦，有影呢，有人分段人哦，咱世人哦，足够找理由呢，呾搪塞啊，咱讲，哎，陈技师啊，蔡技师，王技师啊，哦，嗯，来念阿弥陀佛母啊。想买啦，念佛念佛就吹打了，哦，浪费地呢。哦，你听你家己怎么分析啊？哦，单技术啊，串技术啊，无，那参禅唔免念佛好唔好？坐单遐倒啊，你唔通啦，我阿妈叫佮盘腿呢，我脚是拗起来了，坐禅哦，脚麻，佮鼻佮酸佮疼，佮好佮阵阵疼，哦，疼到哦，浑身袂自在啊，脚会麻会痹啊。哦，唔忙参禅，唔忙坐禅，无呢啦。念佛也唔卖，参禅也唔卖，发艰苦，无来研究经典好唔好？深入佛法啊，唔通啦。书都上无爱读的，读得较济吼，会伤脑筋。哦，脑筋来去烧着要安怎？吼、哦，你看，唔知要安怎较好就对啦。无拜佛上好啊啦，哦，拜拜真贵就好啊。唔通，哦，年纪小寡有个人啊。哦，骨质疏松啊，钙质流失啊，拜日家己骨头含烧吼，哇，真诶白骨含烧断骨来去食啦，吼、哦，拜了伤过严重哦，哇，我心，哦，这骨质煞硬着食啦，总是有理由啦，你看你办咧修行多好，要来往生净土啊，哦，所以讲啊，卖念佛的意向，卖修行人的意向，总是呢。有歪理十八条，条条有理。讲到尾啊，最后讲，讲有道理，唔免念佛，唔免拜佛的，你会知影吼？啊，你后尾修行要拜佛人呢，一个观念转过尔嘛，思想个调整一尔嘛，观念个调整一尔嘛。吼、哦，安尼呢就爱拜佛啦，爱念佛啦，吼、哦、爱听经文法啦。吼、哦，讲未我拢一念干尔啦。哦，啊，善根无善根，嘛是一念间尔。道生累劫有修行，哦，皆善良人，有心向善解脱人诶，你毋免甲勉强，伊非常诶主动自发，伊家己自发性啊。哦，啊，若道生累劫无啥修人诶，你讲甲嘴角全飞呢，哦，甲鼓励呢，伊个动作咱有气度呢。所以啊，要阁是爱培养啊，哦，啊有人讲，啊我多生累劫也无修行，也无拜佛，也无听经，咁就拢无机会安尼哦，安尼讲唔对，是培养你咧，哦，是讲听歌嘛，拜较少嘛，莫拜干咧，好一个手一工拜一千拜，拜到掉青筋啦，哦，你两只脚腿准反定啦，哦，准酸痛，后摆煞唔敢拜，拜到惊流啦。啊！一个手甲念阿弥陀，念到八万句啦，念到这哦，准掉青筋，后摆唔敢念，哦，会知影吼。所以呢，你慢慢培养，慢慢培养，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来呢。
我常讲修行，亲像咧点滴的功夫，吼、哦，人咧吊点滴无吼，一滴一滴一滴诶，滴滴滴滴甲到诶，即桶诶，即个500cc 诶，即个点滴就了去，吼、哦、啊，为咱体内来呢，身躯渐渐诶，哦，福慧圆满，法喜充满，善根增长，咱讲啥是拢逐个拢听有。对修行的充满着信心甲希望啊！点滴的功夫慢慢培养，无也讲伊神真的外高外高外强呢。佛教讲天下无天才，天才世间人属你呢。佛教唔相信天才，哦，这天才伊有搞来看呢，是生生世世累积累的。所以稍微分析者，稍微讲者了后，伊就举一反三啊，哦，举一反三啊。哦，生生世世修来，唔是讲哦，天下呢，哦，有咧不劳而获的啦，哦，无代无志都晓有智慧，晓有善根的啦。你只要是看到一个，你唔知过去成长因呢、啊，安尼就了解吼、哦。你知前因，你知后果人，你就哦，天下无天才，哦，伊遐有善根，遐个功丁说法，你敢看到一个，无看到一定是敌人。哦，你知影顶世的人，伊种种的来龙去脉呢？你讲哦，这生生世世修来啦。除了该赞叹随喜以外，以及赞叹随喜甲仰慕呢，不如咱家己呢，都下一寡功夫落去。有一天，咱嘛像伊同款呢，能得大智慧，得无量辩才，度无量众生啊。安就了解吼。好，咱话翻到同阿讲。普明法师啊，伊是山西省应届县人呐、啊。伫13岁幼年诶时，就已经出家修行啊。伊最爱听经文法咯。哦，比如讲，台南法隆讲堂诶讲经呢，好，伊哪怕是东部、北部、南部、中部呢，伊就下落啊，就融入啊，就对啦。最爱听经文法，叫做呢，有咧各方诶讲释啦。啊，讲释就是为讲经说法啊，有人伫风中演教啊，一定赶落来听经文法就对。那么伫这东哥祖啊，这武德元年呢，伊住伫这山西呢普州的仁寿寺啦。伊每一天伊一定呢，逐天哦，上伊戒本一遍。刷去呢，伊来看这金刚八节经呢。哦，看20遍呢。六时当中，伫啊礼佛，伫啊拜佛，伫啊忏悔，伊生生世世业障。哦，所有善根福德因缘功德呢，一直呢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啦。众生拢无退转呐。哦，永远保持这款修行方式呢，一个人的成就咯。哦，往生自在咯。那么当时伊啊，有叫去雕刻师啦，何人雕刻个师傅啊？雕刻佛像呢？何这单木个佛像，讲雕刻哦，有10尊，非常非常庄严。雕刻阿弥陀的圣像、观世菩萨圣像、大势至菩萨圣像，雕刻呢大愿地藏菩萨、文殊普贤菩萨。哦，总共的都10尊呢，佛菩萨的圣像啊！哦，当时写这金刚经呢，哦，有1000几部啦，不得了啊！1000几部，莫怪呢，来活到86岁啊，有这气血命，有这个岁月，有这个时间好写啊。那么当时，伊不但写经上界念佛、拜佛、忏悔啊。诶，以外呢，讲这涅槃经讲偌济，你知影？讲了80几遍。哦，涅槃经真高呢，讲80几遍，你看卖啊？啊，如果讲这涅大圣论呢、圣满经呢，种种经论呢，嘛讲了不计其数。你先看卖啊？所以呢，这个普明法师呢，终其一生的当中呢。对着弘宗演教、恭敬说法呢，度化众生呢，非常的魅力就对了。哦，那么在这86岁时啊，
第一所大的这个寺院呢，在王城是从净土去啊，一代一高人呢，哦，公经说法，我相信也不是讲的突然而来，哦，上天降下啊，都不是。我相信一个方法报告的一个法师呢，哦，伊绝对呢，生生世世修福修慧来，无要叫伊公经说，敢遐尼容易啊？讲涅槃经呢，涅大圣论呢，圣万经啊，一切经论所谓讲过呢，不计其数。尤其呢，涅槃经讲八十几遍呢，即个无量的大智慧啊，一般泛泛之辈法师无法度。所以相信讲，这是道生累劫以来修福修慧，因此早在今生当中呢。在我到弘中演教，度化无量有情的，而且无量的智慧也好，无量的愿力也好，无量的呢悲心也好呢，决定有静音伫个啦。哦，所以啊，恭敬唔是遐尼简单呢。你若无具足有无量的智慧哦，北京伊个举一反三，你是悟性无强的人，哦，组织无够好势的人，大脑未分明的人呢。恭敬是贵人在听，所以即卖台湾的社会呢，听经文化人真济，但即卖人有读真济册呀，真有智慧呀，伊怎样选择啊？这个法师讲也有了义无了义，有圆满无圆满，讲个正确无正确，人即卖人拢目睭雪亮亮，有智慧在看。哦，你若无相当巴肚内有目水，有学问呢，有学识。那么有无有这干戆的道理入面呢？人世间人讲杀人未烂啦，所以要杀人会烂未烂呢？所以这些人努力精进三宗十二部教典，加添道生累劫的修持、修福、修慧，有密切、实质不可分的关系。所以这么人会选择啊？所以这点非常要紧。所以啊，咱讲经啊，如果若无集中呢，这大智慧呢，因能杀众生的话，若无有这个无量的大慈悲心呢，讲无两当半年呢，就修大，也做主要犯啊，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就讲普明法师自己就好啦。哦，以后来看呢，也是道生累劫修福修慧的人啊。对三宗十二部教典非常通达啊，记住无量的大智甲大悲啊，度化无量人天呢、啊。所以伊无简单。最后在百岁命中八十六岁时呢，非常非常自在，就来往生西方净土去咯。你对净土哦，哇！你讲的当中时间够完准，时间够哈。那明仔载呢？圣贤念佛往生录第23天，再会。